你好啊，我是中原地产的 Tony Mac， 今天带大家来荃湾西 One Meet Town， 上面有一个租盘，单位大厦呢配套完善的，现在带大家看看啦。在海城路入口经过71便利店，车出入口位置呢就直到这个停车场。现在正式进入这个大厦大堂啦，就走廊位置。带大家看看个单位啦，单位呢就是写字楼装修，就可以容纳到7至8位同事，入面有间房间可以做经理房或者是会议室。咁出返嚟呢就是有呢个 open ceiling 灯盘封口齐备㗎啦。如果对单位有兴趣客户呢，随时联络我中原工商铺 Tony Mac。